在那呢？我那里。奶奶。哎，你呢？奶奶在这。你有了，你别给他那个吃那个那个嘴了，你有肉了，咋那么胖？哎呀，你吃去吧。我你千万别给他吃那了，知道吧？不吃咋那么胖啊？哎，你吃那种就行了啊。现在你记住你这样王子，那这样你吃，你这不是多亏你。人家吃的这么鲜，那能吃啊？那平时你吧，嗯，这边就给你弄上了，因为。